安，欢迎收看今天的八八金汇了。今天大盘依旧呈现了涨多回档盘了，整个这个分时走势呢，跟昨天算是蛮雷同的，都是开在了盘下之后呢，在尾盘的部分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卖压涌现，小跌8点，9196点，这个量呢是来到909亿，在不少大型个股还是有一些表现空间呢。在如此的盘整震荡盘之下，下礼拜是不是能够跳脱一下这样的盘整盘？想要今天来宾是在林州投顾策略分析师了，王信杰，信杰午安。哎，伟霆好，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午安。好，信杰，下礼拜这个期货要结算了，在结算完毕之后呢，这个大盘的这种盘整盘的这个盘整盘的这个趋势哦，是不是能够稍微的惯性打破？好想，其实整个行情这边为什么连续美国股市连续的2天大回，就正如我们在昨天哈在晚上上技术分析课所讲的嘛，短线应该有机会来测十日均线，但是因为十日均线仍然是上扬的，所以仍然应该会在这边撑到下礼拜三的台指期的结算前后附近。但是我个人看法是，哦，当台指期结算之后，是不是大盘有机会转强再攻一波？这个几率可能稍微比较小一点点。好，我认为这边应该是要稍微适度的做个震荡整理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但是整理并不代表这盘要走空或者要波段大跌下去，因为毕竟从整个六月中下旬到七月份，我相信大家很清楚是进入一个所谓的一个除权息的旺季，那除息指数会蒸发大概就新将近200-300点，所以各位投资你要有一个正确观念，起码很多人看空的投资朋友看空的一些专家告诉你七月份的台指期逆价差高达100-200点，那这么大逆价差，你会发觉你是不是主力好像在布七月份的空单，期指的空单？我个人跟你讲，不是这个因素，是因为整个指数的蒸发，所以本来就是一个套利的空间。好，每一年大概在七八月的台指期，都一定会出现比较大剧烈的100-200点以上一个逆价差，这是非常的正常。但是这是代表指数短线会是要做个震荡整理。那我在最近这几天整个 FB 的八八基金会里面所 po 文章也跟你讲的嘛，好，短线支撑在哪边嘛？只要跌破这支撑，你就这个盘就是正式进入一个短线震荡整理。但是这整理我也讲的嘛，就有点类似之前在这边四五月的时候怎么样，就是一个区间一个小幅的震荡整理。会不会波段重挫下去？不会嘛，所以可能在等个大盘加权指数，我个人看法是可能在这边撑台指期结算，好，那撑完台指期下礼拜三结算之后，可能未来会在这边适度做个震荡整理，好，但是毕竟好，整个季线已经扣底到8950以上了，好，月线在9050以上，那代表在9000上下50点这边具有一个什么比较强烈的支撑，那下来震荡完，重点是中长多的格局还是没有改变嘛，也正如我在最近这几天一直在节目当中一直在 FP88 金卫里面 PO 的文章里面跟你分析嘛，这不是我自己乱猜的，我相信我在跟你谈一些大盘的一些趋势看法，一定有我的技术分析的理论，甚至包含对整个国内外的总经理论我都帮你分析在里面，我的看法就觉得跟投资者讲这个9000点以上将是这2年的常态，好，我认为从现在到明年，今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串起来有大概将近100多个交易日，如果加上明年200多个交易日，这未来这300多个交易日里面，你等着看，最少300天以上，好，一定指数都在9字头以上，好，信不信由你，信不信由你。那为什么这么讲？好，原因理由，从一个技术分析的理论的判断，我在 FB 八八金会都有跟你分享，这里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那相信我在我们昨天的技术分析课程里面，我花了大概10几分钟，也跟投资者讲说，为什么我这么判断的原因理由在哪边，这怎么推来的？那我这边不太多讲。那我觉得说，一直跟投资者讲个观念，就是包含我在昨天的 FB 八八金会所 po 的文章里面的标题一样嘛。我说，与其怎么样，与其很多投资者现在在干嘛，担心嘛，啊，现在涨到9200了，啊，这两天美国股市拉回的。啊，现在大家都说世足赛量会缩，因为外资都是嘛跑去看足球赛嘛，对不对？是不是？那可能会不会有一个大幅拉回不敢买？我个人看法是，与其你去担心指数会不会拉回整理，你不如想说，如果真的有拉回整理，因为下来，因为就算有下来，就算有下来之后还是怎么样，还是要再上去嘛。所以如果有下来，各位亲爱的说，你要做什么动作？你有需要为了这几十点或100-200点去做空单吗？不需要吧。你要是下来，就像我讲的，不如去想拉回你要买什么股票，对不对？你干嘛去担心指数？因为第一个下档的风险有限嘛，指数没有大跌调节，我就给他9000上下50点嘛。第二个，好，你要干嘛担心？如果你的手上股票是多头股票，好，震荡完还要是随时要再创新高的股票，你根本不用担心嘛。第三个，搞不好
大盘指数是在六月份现在才见到高点，可能要进入整理吗？那有没有股票在四五月就见到高点？有啊，领先震荡整理，领先一个月前进高点的股票，我可不可以领先整理完必上攻？整理盘还是股票会炸，还是会炸涨啊？之前在四五月这边整理，你会发觉还是有个股表现嘛，对不对？那一样嘛，这边六月中下旬到这边七月份可能会稍微做整理，但是还是有个股表现嘛。你只要不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做过度追高，去买一些主力股、投机股，我认为你要被套牢、赔大钱的几率真的很小，真的是非常小。好、哦，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我在这边大盘，我再重复一次跟你讲，与其担心指数拉回整理，你不如去想，如果真的短线有稍微拉回收黑，你要买什么股票？我认为这是各位亲爱的投资者，你这两天跟我一样要做的功课在这边，利用星期假日去挑一些。好、哦，可能在下礼拜，可能在下一波要大涨的股票，我觉得这才是会赚钱的。就好像过去的上个礼拜，我跟你讲的，我星期假日都在干嘛？我常常去下午去海边喝咖啡，带个杂志，带个什么去喝咖啡，目的干嘛？对不对？我都是在研究股票，我假日都是在想的是下礼拜强势股在哪边。所以你会发觉，包含在这个礼拜一，我为什么可以跟你讲出这些族群？甚至这礼拜给你挑出整个人气最强势的是在太阳能族群，可是我讲的这短线，短线连拉了三四天之后，在今天盘中连线的时候，我跟三立财经台连线的时候，我也讲的嘛，太阳能短线你不要再追了，连涨四天，今天如果再涨第五天的股票，你去追的是就犯了我所谓刚跟你讲的，有时候过度追高，你很容易被套牢，对不对？那下一波我如果开始又不拉太阳能股票，就像之前。上上礼拜，华亚科很强，有人去买在55，买在56，买在甚至57块的华亚科，金马利贝安诺，你这礼拜是不是看着人家在赚钱？嗯，对不对？那如果你在今天再过度去追那太阳能，搞不好你下礼拜又看人家在赚钱了，搞不好你过未来怎么样？整个六月中下旬，未来半个月，未来一个月，你又看人家在赚钱了，这到底就是你不要过度追高，去挑。低档的股票上来，那我想过的嘛，强波的主流股我都帮你筛选出来了。包含在今天这几天，你会发觉我又拉回来，回过来跟你谈什么？谈生技股的。那为什么这几天又拉回来跟你谈生技股？除了这个月中下旬的一些生技展，或是到七月生技展之外，有一个原因理由在哪边？因为有些生技股它早就领先大盘指数怎么样，在五月份就见高点下来整理嘛。整个六月份五月中旬到六月份过去这一个月指数在涨，跟生技股很多没有关系耶，它在整理耶。那我领先整理的股票当然是有机会能领先整理完上去嘛。所以我说谈到整个生技族群这边机会怎么掌握它的轮动脉络，你才会真的在股票上赚得到大钱。好，那我想在整个五月份的这一波里面，大家很清楚，我们也不是说今天早上才可以谈生技股，我相信全市场都很知道，我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带你做，从第一季四月的台药，五月的智勤、承德、泰博，每一个月到这个月的基亚、云城、剑桥，你会发觉只要有机会的好的生技股、投机的主力的，没有基本面的我不做。好、哦，我做的都是有基本面的、有未来前景的，怎么样？生技股，因为我对基本面、对整个产业有够研究，有在研究嘛，所以我们很清楚嘛，所以我相信各投资你很清楚嘛。八八就会秉持的是在做什么事情？从基本面嘛，从产业面嘛，去挑好的公司，那挑到好的公司，再来嘛，再来要干嘛？技术面操作，买在相对低档，卖在波段相对高档。所以你会发觉，当我们推出的生技股或是一些产业股都一些电子股都一样，你不觉得我们推出的股票，通常都很快就开始发动，对不对？好，而我们卖掉之后，你会发觉这些股票就很容易准备进入整理。这个就是基本面选股，技术面来操作。所以从当时的这档关冲剑，对不对？智勤也是利用基本面看好它的，今年底明年初要拿到药证，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低档看好它。我们一推出智勤，我相信大家很清楚，马上开始大涨。你看，就是在整理接近末端，告诉你开始大涨一波，先涨40几%，40几%高档，跟你讲做一下价差。拉回再补回来，第两趟价差加起来再来一次12%，你也知道吗？过去五月份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智勤赚了50几%。那我们赚50几%，我讲过，这个股票结束了没有？没有，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利多，
相有关于之前利多，我认为在下半年陆陆续续还有很多会出来，还是没有改变我对它的看法。好，那我们常在讲嘛，很多的一些生技股，我也知道很多投资者是看得又爱又恨。为什么？因为过去几个月没买，过去这一两年可能受到很多的报章、媒体、杂志或者其他专家影响，或者可能自己的主观意识啊，这没赚点钱的公司，大家拢比贵的，我唔敢买。而且很多的好的生技股，或是真正会飙的生技股，几乎都是限股，对不对？好，那我们在讲，当时也讲嘛，智勤一张那时候要200多块嘛，一张要25万嘛，今嘛你看300几块，一张要30几万啊，来回已经差少赚几十万了、啊，投资朋友，对不对？那我们是跟你讲嘛，但是还有小智勤嘛，你来看当时的这个小智勤是在低档区，记住这边有两根长红棒哦，等一下你看这两个，这个两根长红棒的价位在哪边？你绝对会对心肝，你会对心肝说我怎么在当时过去这段时间，我为什么只是用看节目，只是用看的，竟然连一通电话都舍不得打进来。我觉得你是在可惜啊，各位投资者，我是为你感到可惜。说真的，承德，所以智勤会带动承德的大涨。来，各位投资者，你刚刚有没有看到这两根的红棒？现在回看看是在这里的。你把它对过来的价位，70块上下。起码起啊百亿，起码起啊百亿。这张图是在4月底的时候，4月28号，4月底的时候。现在才多久？各位亲爱的投资者，今天叫做6月13号，今天叫做6月13号，一个半月时间，真的一个半月时间。小智勤，你看你也不觉得要不要赶上车，对不对？我一直在尽量挑底部的股票给你买，我也知道在9000点之上你会担心害怕，我也知道9000点虽然是这两年的常态，但是9000点毕竟不是中长期的底部嘛，毕竟你不能说9000点叫做低点嘛，对不对？毕竟9000点是算是比较中高的高档，中高的就指数来讲是比较中高位阶嘛，这个我也承认嘛，但是我一直在挑底部的股票。我说错过智勤，你错过承德的人，还有没有这种底部的？打完底部的，再别康桥，再别康桥。你看这礼拜的剑桥，你回过来看，我在跟你讲再别康桥的时候，这个价位42、43块而已。42、43块而已，各位投资者，42、43块而已，到今天已经看到51块多了，就这边，就是这一段，42、43块涨到51块多，其实又涨20%上来了。对，我一直在挑底部的股票给你，那回过来我也在为什么这两天，包含在昨天 FB88就会跟你讲嘛。不然我今天还是要跟你分享的，在那边我说，与其你去担心害怕指数会不会短线拉回，我说不如你去挑一些好的股票来操作。我昨天在 FB88 金会里面跟你讲什么，对不对？你去看嘛。所以我说你 FB88， 你连你今天没有打电话进来，你 FB88 金会再不看，我真的不晓得你要什么时候赚钱的。昨天我在 FB88 金会里面 po 的文章，我应该印象没有记错，所以把它记成是我会员的盘后传真稿，那我就没话讲，对不对？我说基亚5月初就见到高点，已经整理一个月，这个三角收敛整理，这根带量的长红，我说这是整理完毕的讯号，它又要再上去创新高了，有没有？这个是在前几天我在多少440块附近跟你讲的基亚，我在440跟你讲的，昨天来到460。来到460，我跟你讲，7、8月要公布期中报告。哎，光老师，阿温那仔好不好？啊，不好，万一股票天天无量跌停板崩盘怎么办？你的考量哦，你的考虑我都可以接受的，都没有错的。但是你要回过来讲说，
人家大股东到现在为什么都不走？你看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量是急缩的，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来上技术分析课嘛？我为什么老是在整理接近末端的时候这边买嘛？我不会这边叫你买，这边跟你讲，这边跟你讲嘛？你会发觉我为什么我跟你讲完之后股票就是要喷的嘛？为什么每次我股票跟你讲完砸鸡啊对背鸡嘛？我不要说百分之百嘛，80%就好了嘛？我为什么跟你讲完股票就是要大涨的？基本面选股票，技术面操作嘛。整理到位末端开始出量嘛，那就告诉你我要上去的嘛，我要上去过高再说的嘛，过高再要做短线整理再做整理嘛，但是从这边440到过高480先赚40块起来，先赚18起来，可不可以嘛？人家市场预期他其中报告一定不错，是偏向比较乐观的，所以你要等到7、8月公布的时候，哇利多下去买，我跟你讲搞不好你又追在破段高点了，因为股价都是事先反应嘛。好，那我们也讲了嘛，很多投资人老师啊，这鸡啊叫鬼的哟。我知道你有在讲，我知道过去这3、4天以来，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4天以来，我知道你有在节目中讲鸡啊，我知道你在 FB 88金会里面有跟我们提醒鸡啊，我知道老师你有在讲，但是一张40几块的股票，所以我也讲过了嘛，一张要40几万嘛。老师，我们那么多资金嘛，所以我也讲清楚嘛，为什么很多投资朋友你来参加我们的盘中预约买点这个活动，有没有198吃到饱这预约买点这个活动，我一直在强调嘛，你要让我知道你的资金水位嘛，你不要有像一个投资朋友陈小姐今年可爱怎么样可爱呢？哎，你们老师在节目中我打电话进来预约买点啊，鸡牙涨翻天了啊，为什么没有叫我买啊？陈小姐真的有时候我必须在节目中说讲你两句了嘛？你搞光你贵，你30万在操作了，30万操作，我怎么叫你买鸡牙？结果等到鸡牙涨上去了，不是30万呐、啊？哪有？我哪有30万在操作？我300、400万在操作呢？啊，你偏偏要跟我少讲一个零，我有什么办法？啊，你为什么要少讲一个零？你今天收多少钱？我叫你参加 VIP 会员，行不行？对不对？那我没办法通知你买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回过来讲嘛。阿公，如果你真的资金水位少的投资朋友，来，你记得哈、哦，那卖光加股票涨停板哈、哦，生出来的，一样嘛。当时智勤你买不起，我叫你去买70块的承德，60、70块的承德。我说，如果你资金少的投资朋友，在做这两天我们讲，你就算几十万在操作的，没关系，我一样有好的生技股可以带你买。我说有没有？来，导播妈妈这边稍微放大一点。基亚的第一天起涨点的时候讲的，资金比较少的投资人要干嘛？你可以买什么？你可以买什么？有没有看到这三个字？这三个蓝色的字叫做小基亚。你说老师啊，都给我的小基亚，当然会员一定先买嘛。当然，你在这几天你有打电话进来参加这活动的，我讲的很清楚嘛，这很简单嘛，你有打电话进来参加活动的人。人家花了几块钱，人家一通电话愿意打进来，我一定先让他买嘛，对不对？我盘中先叫你买的嘛，他、买了之后怎么办？来来来，昨天 FB 里面你去看 FB， 那麦公给股票涨停板突然伸出来，昨天 FB 我就把图泼出来的，你去看 FB 88金会昨天有没有这张图泼在那边？你自己去看有没有泼这张图，11000张的小鸡呀、的鸡呀，下就小鸡呀。但是你说大家买的时候，我这边给你抛了，我已经前几天是在这边就提醒你买的，前几天大家在这边就提醒你买的嘛。你说老师啊，为什么你都先提醒人家买的，叫人家买的才要在 FB 提示，那今天就直接给你公布答案也可以啦。来，导播帮我带一下2390的分时走势图，我今天给你公布答案都无所谓嘛，昨天就跟预告了嘛，今天要涨停板的嘛。啊，人家有打电话进来嘛？啊，讲白点就这样，人家有打电话进来预约买点嘛？啊，我就先让他买的嘛。买了之后，我在 FB， 在节目当中给你 po 文嘛。啊，等到今天已经55块多了嘛，对不对？今天涨停板是多少？55.6块了嘛，已经差了10%了以上了，10几%的价差的，我再给你公布答案嘛。啊，明天啊，礼拜被跌台积嘛，最高的你不要说我害你套牢嘛。因为你很清楚知道我会员买的价位不是这边这个价位嘛，你很清楚的知道，你只要这过去这两三天，你有打电话进来预约个股买点的投资朋友，你自己很清楚嘛，你的不是在这个价位嘛，对不对？在什么价位？就是在50块以下嘛。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跟你讲嘛，卖四五十块
生技股哈，你真的还可以买得起的时候，你不要不买。我昨天还在跟你讲，你不要四五十块还可以买的时候，你不买，等到哪天来到六七十块的时候，你再后悔，对不对？搞不好更高的时候你再后悔。那同样道理嘛，阿哥有无？我们也不要说割头之后你这么认真啊，星期六日还要两天去研究股票了，研究股票事情，你交给我就好了。那你现在只要做一件事情嘛，就是等一下电话广告时间，你打电话进来干嘛？一样，预约个股下礼拜的买点嘛，预约下周个股的一个盘中买点嘛。你只要今天打电话进来就好了，然后你礼拜六、礼拜天，你就放轻松出去玩。下礼拜一等我通知你。这几倍不？还在底部区，所有中长期的均线开始纠结了，准备要从底部起涨的生技达人，这个股票预期新贵来，先来加。来，从这边如果涨到这边，你看这空间有多大的一档股票？有兴趣的投资朋友，错过基亚，错过小基亚云泉的投资朋友，甚至错过剑桥投资的这一档，欢迎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预约个股盘中的买点。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回来，谢谢。好，我们休息一下，八八基金会马上回来。李州投顾专业团队为您服务，最坚强的产业研究团队，领先市场挖掘好股，波段为主，短线为辅的操作策略，全方位掌握股市脉动。洽询专线02-7725-1377 7725-1377。甩掉农药，欧盟有机双认证 Doctor's Formula 果蔬净。台北市七说梅，我是福禄，小雨景美罩袍，四字头发架，快来买哦！华固新天地2930-1888，华固建设新年阳。甩掉农药，欧盟有机双认证 Doctor's Formula 果蔬净。其实卖槟榔怎么讲啦？在这边就是比较困难啦。如果说能够做好收纳啦，规划一个动线的话，可能对小朋友也有帮助啦。你说小，可是一家人在那边生活也觉得很快乐啦。槟榔摊等于是我的第二个家啦。面对威胁，只能静静等待，或是团结，奋力一搏。为了自由，姜饼人，奔跑吧！全新地图，迎来造。为了寻找最美的风景，纽约曼哈顿公园、伦敦海德堡公园，拥抱150,000平公园绿地。ようこそ台南五塞東急にいらっしゃい。欢迎住进台南新地标。五彩东极0639-6022。牵起 TBC， 牵动稚嫩好奇的心，牵动年轻热情的心，牵动全家凝聚的心。TBC 用心懂你的心，拥有 TBC， 拥有欢乐数位新生活。TBC 聪明消费，同样858，别家电行20枚 ，TBC 给你5倍欢乐100枚，含数位电视再送1000，快找 TBC。欢迎再来回到的节目现场，目前在这个大盘里头还有哪些的族群哦，可以在这下半年呢持续做多？我想，其实我的看法还是几乎都在这边，大部分没有改变。好，包含在我们刚刚讲嘛，未来准备进入除权息旺季嘛，所以哪一些具有填除权息行情的股票哦？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这边就不方便再多讲。好，那好，今天刚好伟霆在所主持的，好晚上9点到10点的3D 全球财经节目，他会针对这一块哪些股票具有除权息行情的时候，会跟各投资者做个分享动作。所以你有兴趣的，你在今天晚上9点，别忘了锁定伟霆所主持的3D 全球财经的节目，好不好？好，那在整个电子股这边，时间我很有限，我不多讲。我想过去的这段时间带你买的，羚羊，
对不对？菲亚的羚羊的菲捷，好、哦，这两个礼拜也是涨的是几发上来。好、哦，对整个苹果供应的股票，我没有改变，加点E已经40%的，我跟你讲，拉回还是要买。F 真顶一样，如果有拉回，请你还是站在买方，因为这些股票一定都还会再创新高。那我相信，其实这段时间你看到的，包含在生技股的股票，你做过的剑桥的，对的，这一段从42.3块到今天51块多，你做过这礼拜跟你讲的基亚，对不对？还跟你讲资金比较小的，有没有？在礼拜二就跟你提醒哦，不是今天涨停板来跟你讲到云城哦。对不对？昨天还在 FB 特别花了很多时间跟你讲这一档股票哦，对不对？那今天是直接拉到涨停板去的，对不对？基亚，好、哦，基亚的，好、哦，云城小基亚，这张图昨天已经破在 FB 了，今天涨停板上来的标的。好，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标的？那我刚刚也讲的，如果你错过这些股票，投资朋友，来哦，我不喜欢。涨停板创新高再去叫你追，你很清楚。所以现在剑桥我一定不会叫你再去追价嘛。你现在去买有赚钱，我恭喜你嘛。啊，套牢你不要说我让你去追在50几块嘛。我一直在想是有没有底部的股票，一直有没有在想着有没有在低档股票。所以我看到剑桥涨停板上去，我看到基桥要涨，所以我跟你讲云城，云城今天涨停板。那同样道理，今天云城已经涨停板上去了，我在想的不是说哦，这半夜要不要再去追云城嘛？因为我已经涨上去了嘛。我要的就是买在底部区嘛。那我说过底部区怎么买？你电话打电话进来的人，我盘中先带你买。啊，买了之后怎么办？我再把基本面 po 在 FB， 好、哦，然后我在节目当中，我再跟你什么，把它的 K 线图秀给你看。所以如果你要先买，先一样卡位摆在低档投资，就好像前两天先买在50块以下的云城的投资朋友，这档生技达人已经打底完的底部要起涨的。生技股，你有兴趣的投资哦，欢迎你现在就可以来电预约个股下礼拜的买点，谢谢。好，更多的分析请锁定下礼拜节目了。我是伟霆，感谢收看，我们再会。